我敬拜你，我敬拜你，
赞美你，我一生活着，为要赞美你。我们一起开口感谢神，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，是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舍身流血所做成的。同时我们来祷告，有哪些人我们渴望他们也能够这样得到救恩，与我们一同来敬拜，来赞美，来服侍，奉耶稣的名为他们祷告。有哪一些教会我们深愿主能够恩待他们，让他们有真实的敬拜赞美和侍奉，奉耶稣的名为这样的教会，为这样的带领的牧师传道来祷告。